圆圆，嗯，你一定有什么事瞒着我。我告诉我，是不是永宁为他？我还得赶紧结账。10点钟你来接我的时候，我把一切都告诉你。再见。放人进去，让那女的也尝尝咱们哥们的厉害。怎么着，不服啊？瞧什么你？啊，你瞧什么你？黑马，快，开我的车。火速到解放路8号楼，接齐凡同志到现场。是。哦，他叫郝福同。是传达室的守门人。嗯，博士，这齐凡到底是干什么的？那可是咱们刑警队的宝贝哥的全省闻名的足迹专家。我怎么没见过他呀？嗨，还不是文化大革命把他砸出了公安机关，到一家百货公司当售货员，这不刚刚归队吗？案的时间大概是8:50左右。嘿，
黑马来了。老齐，哦，我是，又能跟你合作，我感到很高兴啊。我能跟你合作也感到非常高兴。小鲁，这就是我常跟你说的足迹专家齐凡同志，这是刚从省公安学校毕业的鲁平生同志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老齐，公司的肖书记来了。哦，走。这是公司的肖书记。哦，这是齐凡同志。啊，我的工作没有做好，真是。会计小楚再过三天就要结婚了，哎，都怪我平时对一些小事情重视不够。你看，我的一生全完了，我发誓要在他最幸福的时候执行对他的承诺。这是小楚一个月前接到的恐吓信，我们已经向公安局备案了。联系今天这起凶杀案，十有八九与写这个纸条的家伙有关。嗯，小楚现在的朋友叫什么？他在哪个单位工作？叫陈华，是我们公司的检验员，住家离这不远。嗯，黑马，有，你陪肖书记去了解一下。是。好。老齐同志，啊，你看，珍珠。肖书记，出了什么事儿？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小楚姑娘刚刚被人杀害了。什么？那陈华呢？他不在现场。肖书记，小楚可是个好姑娘啊。陈华也不是干坏事的孩子，你是知道的。我求求你们，帮我把孩子给找回来吧。嗯，您不要过分难过了，我们一定尽快找到陈华。事情嘛，总会弄个水落石出的。陈华妈，我去一下。赵师傅，什么事儿？刚才人民医院来了电话，陈华在第三病房。老齐，有什么结果吗？嗯，小鲁，嗯，谈谈你的看法吧。我认为，可能是一起情杀案，凶手杀人之后把货款抢走。关于案情的性质，先不忙板上钉钉子，五个手指头捏窝窝，我只说拿准的是，作案的凶手就是这个穿着38码女士胶鞋的人，但是她绝不是个女人。身高在1米70公分，年龄在30岁左右，常年做木工活。嗯，还有，她左腿有点瘸。老齐，你怎么断定这是凶手留下的足迹？现场也没有录像机。要不怎么说，老齐是足迹专家呢？这些家伙做贼心虚，作案的时候
往往是跨几步，垫脚尖儿，蹲墙角。当然，和咱们平常人的脚印儿那就不一样。齐帆同志啊，陈华找到了，他说今晚他和小楚分手的时间是8:30。什么？8:30？8:50发现起的火。那么作案时间仅仅才10几分钟？一定是早有预谋的。刚才分局打来电话，说他们抓到了两个留小胡子的可疑人。这么快就抓到凶手了？提神，你喝酒了吧？嗯，喝了，喝了7-8两啊。在哪儿喝的？嗯，朋友结婚，我去帮忙，喝过酒之后，我们仨就出来了。什么？你们仨？嗯。你们这边拦路行凶，茂源记那边杀人放火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？杀人放火？嗯，哎呀，他妈的，我们上了这小子的当了！别兜圈子了，把今天晚上的事情经过都交代出来吧。嗯，今天晚上，嗯，他和我们一起去为结婚的朋友帮忙来着。老哥，你们多喝点啊。这个好啊，六六啊，我这再来点，完了，再来点，喝喝。怎么着，哥们儿，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啊？啊，喝个屁酒啊！老子谈了多年的女朋友让别人给撬了啊，他3天后就要和别人结婚了。是吗大哥？哎呀大哥，你甭生气了，有我们哥们在一定给你出气啊。走走。在我们上前打那个人的时候他就溜了，正当我们打算到茂源记去教训那女人时，发现远处有人骑自行车过来，我们就跑了。我敢肯定茂源记的案子那准是那小子干的。他叫什么？干什么的？嗯，叫潘建国，是化工厂的锅炉工。小陈，谁叫我呀？小陈同志来了。啊，你是小陈同志吧？是啊是啊。你们是？我们是公安局的。啊，想找你了解一下潘建国的情况。潘建国？嗯，昨天晚上他还到这儿来过。小陈，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干嘛呀？我和老子拌了嘴，在街上喝了点闷酒，摔了一跤。哎，我想离家出去转几天，你帮我请个假，顺便借点钱和粮票。没有。哎，哥们，我求求你，要不我给你跪下帮帮忙吧。你呀，有多少借多少吧。给你，够意思。哦，衣服在这儿呢，你看。山路哟，警犬是，秀，秀，秀，好，谢谢你同志啊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再见。真邪门。不是那一个，老齐，您说的不是那一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皮鞋痕迹不是现场作案的那一个。哦，
怎么样？化验结果证明潘建国衣袖上的血迹与被害人小楚的血型是相同的。你看。看来这案子还真够复杂的呢。报告。进来。局长，有一位老人要向我们反映冒烟剂的情况。嗯。请他到办公室去。好。走吧。好。您慢点走。哎。哦，来吧。啊，请进。啊，好好好。请。啊，是是是。我是冒烟剂的。我有重大事情向领导上报告。欢迎欢迎。啊。这是我们局长。哦，局长。您姓潘，是店里的会计对吧？啊，是是是。请坐请坐。啊，鄙人姓潘，名宝泰，字鸿儒，商人出身。好好好，请坐。啊，解放前我是冒烟剂的管账先生，解放后一直任该店的会计。啊，坐下说。啊，是是。请喝茶。啊，好是。你们要追查的那个潘建国是鄙人的犬子。嗯。他今天他现在在哪儿？啊。这是刚才接到的。公司肖书记已经过了目，他正在开会，他让我赶快来报告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潘建国说他没有杀人，他让我今天晚上7点钟到惠济桥给他送衣服。黑妈，你看你见过这个东西吗？我没见过这个东西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个东西。水里有人，快，人工呼吸。这就是潘建国。小鲁，哎，老七，听你交代了吗？不是那一个。什么？还不是那一个？哼，那衣服上的血迹呢？哼哼，巧了，刚才潘建国交代，他帮助朋友杀鸡宰鱼的时候弄破了自己的手指头，衣袖上沾的是自己的血迹。这么巧，俩人的血型还相同？不，经过进一步分离化验被否定了。哎嗯，抓潘建国的时候桥上有一黑影，等我们追到桥上，黑影就跑没了，我怀疑是不是。嗯，哈哈哈哈，刚才潘建国交代他在河边等他父亲的时候突然被人从背后击倒，把他推到了河里。哦，一定是黑影干的。在市委紧急动员下，全市各个单位
都为侦破119杀人抢劫案行动起来了。事情发生在我们的公司，我们更应该协助公安人员做好这项工作。一些不起眼的小事儿，往往会成为破案的关键，希望大家提供线索。发案那天下午，会计小楚接了个电话。哎，你的他给你来电话了。去你的。喂。嗯。小楚放下电话走回时脸都白了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把头低下去也没理我。电话什么时候打来的呢？5:40，因为我要去接外孙，所以看了一下手表。电话从哪儿打来的？后来你们听说了吗？没有。我是7:03到店里交款的，应该是潘会计值班，不知为什么换了小楚。同志们，公司党委决定要求大家把自己在11月9日晚上8:00到9:00的行动说清楚，并且要找出证明人来。啊，好，散会。你先回去吧。哎，肖书记。啊，哦，老王，你把情况跟公安局的同志反映反映。我看潘宝泰值得怀疑。哦。在发案前几天的一个中午。我问小楚出了什么事儿，他呢一句话也不说。潘楚两家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们是世交，解放前小楚的父亲是茂源记的老板，潘宝泰就是他家的管账先生。后来两家有了结亲的意思，可潘建国长大以后学了很多坏毛病，小楚和他断绝了来往，从此两家就结仇喽。自从他儿子畏罪潜逃后，他坐立不安，今天通知他开会又请了病假。老金，去哪儿？先到我家去再说。好吧，好吧。奶奶，奶奶，哎，奶奶，爷爷回来了。好，玩去吧啊！哎，玩去。哦，这位，介绍一下，这是鲁平生同志。哦，这是我的老伴儿、啊，大婶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快坐，好好，快坐，走走走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案子调查出个眉目了吗？嗯，还没有呢。我们区妇联也在配合你们做侦破工作呢。哦，哎，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啊！这老头子穷斗什么呢？你坐啊，我这就给你们热饭吃。哎、大婶，别忙了，我马上就走。不许走，说话就得。这柜子可真够特别的，一定装了不少宝贝吧？你说那柜子呢？可不是嘛。哎，小鲁啊，打开看看。小鲁啊，这是老头子的宝贝。
有的人爱抽烟，有的爱喝酒，有人呢爱机油。他可倒好，烟不抽了，爱攒鞋。一天到晚抱着个鞋底子看呐看呐，看起来就没个够。你穷叨叨个啥呀？还不赶快开饭。你瞧瞧，都这把年纪了还要学什么？来，大学算术。哎呀，不懂就不要装懂，大学哪有什么算术啊？这是数学概率。德鲁，你有空也看看这本书，这对于咱们勘察测量各种足迹那是有作用。好，今天上午有一对夫妇打架，是因为那个女的说，要是逮到了119案件的凶手啊，就是千刀万剐，下油锅点天灯也不解恨。那男的一听动了肝火，抓住那女的就打。派出所把那个男的列为了怀疑对象，后来又排除了。为什么排除了呢？不清楚。你说说那个人长得是什么样？瘦长个儿，30多岁，留着长头发。哦，对了，一条腿有点瘸。有点瘸。你干什么去啊？小鲁，你先吃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死老头子，真是卖给公安局了。小鲁，你吃。那天晚上你们一直和马王妃在打牌吗？是啊。你再仔细回忆一下，中途有没人出去？比如拿东西、喝水了，或者还干了别的什么啊？小四儿回了趟家。马瘸子出去解过手。他出去以后又打了吗？还打，我一顶二连打两盘全赢了。9点多钟啊就散伙了。发现什么新线索了吗？你看，我用最快的速度从马王妃家走到现场用了8分钟。假使马王妃是作案人的话，那么他就得16分钟的时间，再加上作案的时间，那就得20来分钟。这和两盘扑克的间隙太大了。是啊，这时间可是关键呢。对，小王，车子借我用一下，我一会儿还你啊。行啊，好。老齐，快上车！城外铁道边发现男尸。局长让你马上去。好。小龙，带几个人到附近搜索一下。是，走。
这就是咱们要找的那个凶手。立即打电话，把马王妃的妻子送到现场来。是，老齐。老齐，嗯，发现新大陆了。这是从死者右手发现的，可以断定这是另外一个人的毛发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死者是和对方搏斗以后，被人勒死，遗失到铁轨，嗯，造成卧轨自杀的假象。好啊，真不愧是咱们的博士啊！幺九幺，老齐。我队伍里已经到了300米处的一块墓地，这里发现了重要的情况。好，马上就去。这个坑还不小呢，你看，就是好像刚挖的。这儿，对，你看那儿。哦，来了，他们。这里是原始现场，这儿一个被人撬挖的浅坑，坑沿上有几个明显的脚印，你看。小龙，快，精神！秀秀，哎，有东西，是个包袱。包的什么？松松。这么漂亮的盒子，飞龙的右眼没有了，左眼的珠子和现场的那颗一样，可以断定这是凶手从被害人小楚手里抢去的盒子，埋在这儿没有取走。在昨晚上半夜，死者就是马王妃，害死他的人是一个更加凶狠狡猾的家伙。他生着一头乌黑的卷发，身高嘛在1米75左右，年龄在28、29岁。他跑起来的速度比咱们中间任何人都快呀。老齐，惠济桥奔跑的黑影就是卷发人。嗯，老齐，你怎么从脚印上能看出凶手的模样来呢？这是马王妃的脚印，你们看，在作案现场他穿的是小鞋，脚趾呢都顶着了头，鞋帮都崴到地面上去了，他左脚后跟有歪扭错动的痕迹，因此我断定啊，他是一个瘸腿儿。这是卷发人的足迹，重心压力比一般人往后移，我断定他是挺胸抹肚体格粗壮的缘故。他的脚弓比一般人高，这是他爆发弹跳力强的标志。另外嘛，他是个内八字，这是从事武术锻炼的人常年练习马步蹲裆式形成的。你根据什么断定马王妃是木匠呢？他常年从事木工活，总是左腿在前弓步支撑，右腿蹬地，形成右内侧压力重的职业特征。来，你们看，脚印这东西啊，就好像人们留在地面上的照相底板，从双脚的距离可以看出骨盆的宽窄，从而分辨出人的性别，从迈步的轻重呢也可以推断出人的大致年龄，从脚印的长度也可以算出人的身高。老齐，老齐，
马王妃的妻子认出了尸体，就是马王妃。呵，老齐，你可真神了，我们大家可都要拜你为师了啊！小龙，你得跟老齐好好学习。来来来，是就是，局长请客，快来吃吧。好嘞，局长请客了，看我让他过来吧。来，味道就是老齐，给起拿给。嗯，好。嗯，小鲁啊，嗯，你可真会借花献佛啊！来，我来。给，好好，喝不多。嗯，好。嗯，味道不错哎。局长，来，马上。哎呦，小鲁，老齐，给我找上东西来。嗯，54号文件，鸡翅膀啊。哎，嗯，扑克牌是。老李啊。案件进入了打扑克阶段，是吧？和你一样，这叫江山易改，秉性难移呀。局长，嗯，老齐，发牌。等牌打完了，咱把全案理出个头绪来，每人献出一条锦囊妙计。啊，看好齐的了。嗯，好。5:40，给小楚打电话的那个人，很可能呢，就是这个大鬼。那么这个大鬼是谁呢？潘建国要报复，不可能给小楚打电话。马王妃是个流氓，小楚也不可能和他交往。他只不过是一个替死鬼，潘宝泰也不可能给小楚打电话，因为郝佛同能分辨出他的声音。因此我分析，打电话的大鬼十有八九就是墓地的那个卷发人。嗯，老齐分析得好，咱们来个顺藤摸瓜，寻找这个能够左右和驱使马望飞亡命的卷发人。是，我们还得做好被害人郝佛同周围的调查工作。师娘啊，公安局的鲁平生同志看您来了。小敏，出去玩去。嗯，同志。大娘。我。大娘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凶手迟早会抓住的，您老人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啊。这是冒烟记的同志才送来的，前不久郝师傅把他拿去让人修理的。大娘，这修钟人是谁呀？老头子只说过他的一个徒弟会修钟表，这个人我没见过。大娘，我想借你的钟用一下，行吗？行啊。过两天我给您送来。哎，大娘，我走了，你要多保重身体啊。罗海，你认识你师父这个徒弟吗？不一定是你师父收的正式徒弟，也许只是辅导过的。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有一年冬天啊，我们在公园里看见一个小伙子在练达摩剑，当时郝师傅还夸奖了他的功夫，他一见到我师傅立即叫了声郝师傅，原来他是郝师傅在体校时候教过的一个学生，他叫聂景阳，哦，外号叫狮子，业余时候喜欢摆弄钟表。那他在哪儿工作？原来在肉店，后来调到五金交店门市部，他几乎啊每天早晨都到公园去锻炼。罗海的暗号，狮子来了。
聂锦阳，哎，来来来，聂锦阳，别走啊！怎么？来给我们打套拳吧！啊，不行，来一套，不行，来来来来来来套，来套，好，来。哎，诸位诸位啊，让一让啊，往后让一让了啊，让一下啊。呀，是他。嗯。打得不好，请多包涵。不错不错，我先走一步。好好，你们练吧。不错啊，好，回见啊。这小子的行走姿态、跨步类型和足迹作用力的方向。和墓地现场时的足迹特征是分毫不差。哦，嗯，小龙，肖书记，你来锻炼。肖鲁，你也是每天必到？我那是常来。怎么样，这两天有点眉目了吧？那当然，特别是有你们公司单位的大力支持，用不了几天就会有结果了啊。肖书记，我有点急事，先走了啊。好的。我们去过聂锦阳的所在单位，他一天都没上班。8:30我们到他家去过，可是也扑了空。据了解，聂锦阳经常到他的干表姐罗丽芬的家里去。这个人在市铁路医院工作，是个有夫之妇，实际上是聂锦阳的姘头。喂，我是啊。哦，肖成同志。什么？发现可疑情况。好，我马上派老七小鲁到你们公司去。昨晚下夜班回家的时候啊，我们发现一个黑影在茂源街后院墙边，他用什么东西在墙上挖着什么。我们躲在旁边悄悄看着，发现那个人是会计潘宝泰。他挖了一会儿就停了下来，向四周看了看就转身走了。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。好吧，再有情况就及时汇报。好好好。
谢谢同志们啊！啊，不客气，好，再见。感谢，再见。老齐呀，嗯，看来案子真复杂，够你们操心的。啊，你不是也一样吗？案子破不了，我这当第一把手的，日子也不好过呀。嗯，哎，都怪我警惕性不高。肖书记，案件的发生也不是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，您不必太难过了。是啊，潘宝泰讲，发案那天晚上他看戏去了，晚上十点钟才回来的，可证明人又是他老婆。自从去了一趟公安局，他竟然请病假不上班了。他的儿子可能也被他藏在什么地方去了。潘建国找到了，他不是作案的凶手。他不是凶手？嗯，那为什么逃跑？作案的到底是谁呢？要是真的露了馅儿，就按原来最坏的打算，再干他娘的一场。哼，你说怎么办吧？办法倒是有，可是老弟，你还年轻，人生的福分你才刚开头，我怎么能忍心再让你去冒风险呢？大嫂，我这一百多斤是你们从官局给救出来的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为了你们，我愿意上刀山下火海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。哎，老弟，起来，快起来呀！既然是这样，我要和老弟喝一杯祸福与共的同心酒。那笔钱现在在哪儿？在丽芬表姐家里。在她那儿。嗯。你马上把钱取出来带走，一刻也不要再停留了。临走前，无论如何要把潘宝泰干掉。啊，是景阳啊，还愣着干嘛？快来和我跳啊，快来呀。真是的，你今儿怎么了？怎么碰上不顺心的事儿了？嗯，哎呦，你快说嘛，快告诉阿姨。前天我给你那个包放在哪儿了？不是按你说的放在储藏室了吗？你知道那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吗？那是7000块现款。啊，你从哪弄来这么多钱呢？冒元记
冒圆印。啊，原来是你！啊，为了你，为了咱俩这一辈子，我才杀了人。现在公安局盯上我了。你快去投案去吧。嗯。谁呀？我。哦，您来了。我想找你单独谈谈，可以吗？哦，可以，可以。啊，请，请。好好好好。您请坐。你刚才上哪儿去了？刚才？嗯。刚才，你刚才，啊？
老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查票了，查票了啊！同志，您的票呢？在这儿。票。民警同志，民警同志，那边有人跳车了。同志，危险呐！这没事。注意安全。这就是你留在座钟上的指纹照片。我说，我把一切都交代出来。
前不久，我在公园碰到马王飞，他说要去广州办些货，找我借钱。正巧，在这时候，茂源记的郝福通走过来，马王飞见我和他打了招呼，就起了黑心，要我按他的办法行事。事成之后，二一天作无。于是，在11月9号晚上，我带着给郝福通修好的座钟，随马王飞来到店里。在我跟老头说话时，他在背后下了毒手。他让我在门口望风。他去会计室杀死了储瑞元，提着几捆钱跑了出来。我们把钱埋在了墓地。后来，在分钱时发生了争吵。我叫罗丽芬，聂景阳对我说，为了你，为了咱俩一辈子，我才杀人的。我劝他去自首，他就要掐死我。好了好了，我反正豁出去了，我全讲出来，我全讲出来。你为什么要害潘建国？我听说你们，不，我看见你们贴通缉令要抓他，早巧，我又在汇集桥遇上他，我就从后面，除了那笔赃款，你们还在墓地里卖了东西，为什么不老实交代？什么东西？别装糊涂了，那只刻有双龙戏珠的珠宝盒，我从来不知道是什么盒子，我真的不知道啊。钱是我抢的。人是我杀的，我认罪。我如果我说半句瞎话，我就不得好死。你认识被害的女会计吗？怎么回事？他怎么死？聂景阳在我们逮捕前10小时左右服了一种慢性毒品。他为什么要服毒呢？是自杀还是他杀？喂，找谁呀？哦，局长啊，老齐，局长来电话。喂，我是齐凡。是慢性毒药。我同意你的看法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弹丸在下矣。好，那就定为黄雀行动吧。喂，哦，肖书记啊，给我三间房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好，我就去给你清理遗物。哎，切记，东115、115、55，贾云东复字。您看这是什么呢？这个老古董，玄玄乎乎的，搞的什么鬼名堂？老邢，老齐，我们从店里找到你公司，又从公司找到这儿，总算把你找到了啊！怎么，找我有急事吗？李局长让我们一起进行案件的扫尾工作，特别是关于楚家的遗物，我们要彻底清点一下。啊，真巧了，刚才我们还翻出一张纸条子，怎么也看不明白。奇闻共欣赏，也不知
写的啥玩意儿？东一十五，一十五，哎，按天干地支的纪年算法，甲寅应该是1974年。不，我觉得这像一份遗嘱。不，要是遗嘱，为什么连个中正人也不写呢？这大概是楚家的一桩秘密。味道不错呀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你看您做的包子，味道。谢谢啊，这您的。不用客气，就是不错。看来，那张条子里面有文章啊。嗯。要想揭开这个谜底，得和那个珠宝盒子穿在一起看。有人把这个盒子，埋在墓地，而这个盒子又是从楚如元手里拿走的。这一点从死者周围发现那颗珠子就足以证明。我琢磨着这个盒子肯定是楚家一件有价值的财产。可罪犯为什么要把它留给咱们呢？我估摸着是两层意思。一是不让咱们追查盒子的秘密。第二。你是说盒子里面还有更贵重的东西？这里面的价值也许远远超过茂元记被抢劫钱款的数目，要不聂经阳也就不会不知道这个盒子。那个条子上的数字可能是一个具体地点，这个地点可能是发案前珠宝盒隐藏的地方。你的意思，找到珠宝盒子的隐蔽地点，就可以发现那只黄雀的踪迹。怎么样？老齐，茂元记又出事了。让一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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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回事？来来，让一让，让一让。大爷呀，这个疯子听说后院要拆房子，凶手拿着铁棍子把工人都给赶跑了。凶手，你也是凶手，你也是凶手，凶手，你们都是凶手。疯了，我非砸死你们不可。我，哎呦呦，快跑，快跑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凶手啊，怎么办呢？你们都是凶手。瑞元，我对不起你。都是我毁了你们全家呀。宝轩，我对不起你。都是我毁了你们全家呀，毛轩，老天爷，你劈了我吧，劈了我吧。凶手，我非砸死你们不可。大哥放开。
你安静一点，同志，您安静一点好不好？你安静一点，这房子不能拆呀、啊，不能拆呀、啊！您站起来说话，不能拆呀、啊！站起来说，冷静点。你们叫天地良心呐、啊，这房子不能拆呀、啊，不能拆呀、啊！哎，这库房为什么要拆呢？肖书记来电话，说省里检查团要下来，让我们解决好存放货物的地方。可这库房早就不行了，我们想在检查团到来之前，把这库房翻修好。你看，没想到。哦，这房子先不要拆了，等我和肖书记商量好再说吧。好吧。给。嗯，老潘同志，给。谢谢。不要再折磨自己了，我知道你是在演戏。发以后，我们心里也没底儿。可是有人就利用了这个机会，把你父子给刨出来了，真是枉费心机、啊、可毕竟是孙猴子变山神庙，藏不出那条尾巴了。祸端都是我引起的，这罪孽就是跳在黄河里也洗不清。哼，我那不争气儿子的下场，不就是老天爷对他的报应吗？老潘同志，你们父子不承担任何罪责。你看，是谁来了？啊，爸爸，建国，爸爸，冤家，罪孽，罪孽，罪孽呀！爸爸。同志，爸爸、哎，老潘同志，请起来，快起来，别这样，快起来，啊，哎，我对不起你们了。来，您坐下。哎，坐下，同志，我对不起你。坐下说。那天在你们这儿看那个珠子，我认识啊。嗯。对。就是他，这就是那个双龙戏珠珠宝盒子。嗯，这里边有价值连城的珠宝啊，30多年以前我亲眼见过的，那大概是1948年清明节的一天。兄弟啊，不得了了，宝轩他发了绑票了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办呢？他们提什么条件没有？如果要人，在晚上10点钟以前，把2000块现大洋送到东城墙外一棵歪脖子柳树下边。嗯，如果送晚了，他们就把人吊死在树上了。哎呀，可是店里没那么多现金呢。 啊那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救人如救火呀。老板店里还有什么贵重的东西，拿去抵一抵也好吗？哦，我想起来了。事后楚茂轩非常感激我在患难中对他的解救，他对我说，这个盒子是皇上赐给他家的，传到他这儿已经是第5代了。他还告诉我要保守秘密。嗯，这么说双龙珠宝盒的秘密现在就您一个人知道？嗯
谢谢，谢谢。文化大革命扫四旧时，我被捆绑吊打上电刑，我实在忍受不住了，就把盒子的秘密给说出来了。因为我的交代，楚家被抄了家，可是他们始终没找到这个盒子。就在这儿，明台。好，就在犯案前的一段时间里，小楚总是心神不定的，我总觉得他好像有什么事情在瞒着我，可我再三追问，他就是不说。我当时痛苦极了，想跟他彻底谈谈。就在一个星期前，我约了他。我们到那边待会儿。好。你看过巴尔扎克的小说《波耶尼格朗台》吗？看过，怎么了？你说波耶尼有那么多的钱，可他为什么得不到幸福呢？圆圆，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你看这儿多美呀。华，我认为真正的幸福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，绝不是能够用金钱换来的。圆圆，我不想听你说这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在瞒着我？不错，我是有一件秘密，但是必须先告诉领导。圆圆，圆圆，圆圆，她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姑娘，我也不好意思再追问他的秘密，只好等他先告诉领导。没想到他做完了。哎，同志，你们干什么？我们是来探视病人。哦，对，伤者正在组织抢救，现在不能探望。他是只允许一位领导进去了解情况。我是公安局的李建川。对。哦，那好吧。哎，坐吧。
医院正在尽最大努力抢救。小鲁，你马上把老七的爱人接来。是。我们一定要尽快查明这个事件。同志，车票已经签好，一切顺利。好。哎，同志，你的车票有问题，不是这次列车的。我是刚刚签字中转的。你到什么地方去？广州。请跟我去核对一下，走吧。进来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到广州干什么去？我去看病，我有医院证明。嗯，怕你看病是假，倒卖珠宝是真吧？我不懂你的话，快放我走。你们这是侵犯公民权利！哼，把箱子打开。同志们，我代表全体公安干警，向大家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感谢。由于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，使我们的破案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胜利。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危害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罪犯终究逃脱不了法网。现在我郑重宣布，119案件的最后一名主犯也要在今天逮捕归案。谁呀？还有谁？原宋城百货公司党委书记肖成。啊，就是119案件的最后一名凶手。我抗议，这是对我的陷害。我的情况大家都了解，你们有什么证据陷害一个党的干部啊？
现在科学的发展大大超过了罪犯们的想象。包裹着盒子的蓝布上留着这位不服法者的指纹，而这只盒子正是从一个杀人现场找到的。哼，莫须有的罪名也不是今天才发明的。他还活着啊。哎，是齐凡。没想到吧，肖书记。我不明白你们说的话。好一个不明白。今天把你请来就是要把这场血案搞个明白。齐凡同志，你我都是党的干部，绝不能拿别人的政治生命做儿戏，血口喷人，学四人帮整人的那一套。哼，你还有资格提四人帮？现在该是你现原形的时候了。现在请看录像。这是茂源记的地下室，这个脚印是会计小楚被害前半小时留下的。这个单纯善良的姑娘决心把埋在地下室的这笔遗产，就是这个宝盒，无偿的献给国家。可是他信赖了一个人面兽心的豺狼，这家伙一方面唆使聂景阳、马王妃抢劫了茂源记，一方面又偷偷的把宝盒藏在聂马埋钱的地方，制造了两岸合一的假象，妄图逃脱罪责。萧成骗取了小楚的信任以后，在11月9号下午5:40给小楚打来了电话，罪恶从这个时候开始了。这就是萧成留下的脚印。当店里的人们被小楚支走以后，他溜进店里，走进了这座地下室。就在这个台阶上，小楚不敢下，手持蜡烛等在这里。这就是埋藏双龙珠宝盒的地方。只有一点你不明白，尽管你放水淹了地下室，可是在你破坏现场之前我们已经安排了录像。你们是公安人员，当然可以造出一些不会说话的所谓证据。你放心，一根绳上拴着俩蚂蚱，蹦不了你也跑不了他。把那个活证据带下来。活证据是谁呀、啊？走，萧成的老婆。啊，嗯，醉坏了，是。拿。萧成，你是个造反起家、利益熏熏的家伙，靠钻营拉拢、玩弄权术，窃取了领导职位。你利用群众对党的信任和热爱，从事血腥的罪恶活动。今天，到了和你彻底清算的时候了。